各位世界朋友，我是杜森。今天就2024年，今天就5月20日。唉，我今天就非常高兴，有客自远方来。这个不是客人的客，是我们啊，大家的朋友不独已啊，我们同门啊。所以呢，有客自远方来，我们首先呢，牛德师傅，唉，我们的方玉师系啊，蔡礼佛的同门啊，在英国回来的，哎呀，欢迎你啦，还没要帮的，紧要啦，大家看到这块大热门啊，九龙城寨啊，吴文龙啊，个爸爸吴少华在美国回来，哎，欢迎你，晒这个紧要啦，头先我讲紧啦。吴文龙的爸爸吴少华是我们自己蔡礼佛家，我们自己人啊，全世界周围去传授我们中国文化武术，这个人我们的啊，蔡礼佛的啊，这个呢是两晚的徒孙啊，这个你说名啊，我黎俊华，是的，再说一次黎俊华好，这个不用说了，从小到大都是跟随你佛玩，跟随在练的啦，所以我们大家各位世界朋友，我是杜森，赞叹敬敬梁凤仪。好，我们呢，伍厚德，我们从英国回来，美国的伍少华，跟着来世界传授我们中华民族的武术的就黎俊华啦，我们大家呢不争气了，李仁兵师傅，我真系好想你大家，系你话佢出台啦，跟住咧佢又系呢个咏春，而家咧就系发扬光大啦。梁凤仪，你睇又惊，揸镜头翻度影埋嚟俾我，好，系咯，你影嚟大家，好，冇错啦，咁你啊，唉，你都入翻镜啊嘛，系啦，嗱睇嗱，嗱梁凤仪啦，同世界人打招呼。李仁兵师傅、牛德师傅、哎吴少华师傅、黎振华师傅，等佢向全世界人士做一个恭喜先，哎，全世界朋友，恭喜大家，哎，我哋咧身体健康，好嘅，好。